在我儿子在 KLIA 机场，等下我会坐飞机去到意大利。Hey, I got a confession. Been losing all momentum. Please give us your attention. Just because it's easy. That don't make. 我们到了新加坡，到了新加坡。其实我们是从 KLIA 坐 Singapore Airlines 去到新加坡，现在从新加坡坐瑞士航班去到瑞士的 Zurich 那里，然后再从 Zurich 去到 Venice 意大利那里，也是坐瑞士的航班，所以整个行程是这样子。Good evening, hello. Same way, please. Okay, thanks. The window.到了 Zurich 的瑞士人机场，然后现在要转机去到 Venice 意大利。现在我们摸到了，现在要去另外一个地方。我不能说。我们现在是在半路休息站，上个厕所，然后我再继续走。把钥匙交给那个负责人，然后他就会拿你的车去 parking， 然后这里 parking 位置是那种两层楼的，两层楼一上一下，所以只要把钥匙交给他，然后他就会负责帮你去 parking 你的车。
相这里看不到很清楚，但是在真人这里看，哇，真的很壮观，大很大。现在来到了 Galleria degli Uffizi， 我不知道有没有读对，说来这里参观一下。刚刚参观完刚才那个博物馆，现在是在这条罗画家的街这里，然后还去了下一个地方。现在要过去吃东西，吃晚餐。